四日将于8月1日至2日在高史巨蛋举行的 K-STAR 2018韩国音乐庆典方面公开了出演阵容。一日将会有 1&1、 ICON、 宇宙少女、 TWINS 等组合，二日将会有水逆、 NCT 127等。另外一日的演出中，经纪人将和歌手一同登台表演，并准备了很多高难度舞蹈的舞台表演。二日众多实力派歌手将介绍自己的歌曲，并采用多种多样的舞台表演，为观众呈现独特的视听盛宴，引发观众期待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